好，我是 Yuma， 我呢还在马来西亚，后天就回日本了。然后呢，回日本之前我要来一个挑战，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人生第一次在马来西亚去染头发。分开 ，Yuma 到底能不能成功在马来西亚染头发呢？那 Let's go， Yuma TV， 耶、yeah, ，到了，我好紧张啊！加油加油，拜拜 Yuma， 拜拜，我还在啦。结果呢，六爷要，我也要染的、欸。因为我姐呢，她不小心约到两个人，本来是说不染的。我想要的。发色是这样的，我现在又这样的，华为只有会华为染粉红色，可以吗？这个要红哈，粉红色 ，pink 啊，对 ，pink。这个有点像那个 sakura pink， 啊 ，sakura pink， 啊，差不多是，嗯，你的这个。这个它是有点像那个 ash brown 啊，我也那么觉得。这个要就是要 bleach， 可以吗？这样可以啊，可以啊。耶、啊！他的日本名叫什么名啊？Kimura Kusuya， 哦 ，Kimura， 对。Yuma， 你觉得日本的这个理发院跟这个马来西亚的什么不一样？气氛，我觉得气氛差不多。然后那个店员呢，马来西亚的店员有华人，就是有华人、马来人跟、对，有很多、有很多不一样的种。马来西亚的感觉啊，因为日本就日本人。还有那个你洗头发的时候没有那个啊。没有放一个 tissue 在你的脸上盖点脸，对，就是跟日本不一样。这里不可以盖，因为这里盖过后呢，就很像死掉的人，那个新的存在。所以我一开始在日本的时候，我就是他帮我洗头嘛，不是这样盖吗？就有点不吉祥的感觉。我第一次漂到这么白，嘿嘿嘿嘿嘿。嘿，我已经剪完回来了，大家觉得怎么样呢？这个就是六的新发型，这个是在六 TV 呢，没有跟大家介绍的，对，特别在 Yuma TV， 因为这是 Yuma TV 的影片，怎么样？怎么样？还不错吧？我剪的这个是绿色，这样子透过镜头看的感觉好轻哦，好绿哦，哇，整个人就是像戴绿帽的感觉。好，马上请今天的主角 Yuma 来咯，3、2、1，有请。对， Yuma 也剪完了，怎么样 Yuma？你还满意吗？满意，满意。我真的很喜欢你这个头发。我第一次看到这种 Yuma 哦，这一种 Yuma 我是第一次看见。对，我还蛮喜欢的这个发型，很亮哦，很亮很亮。然后呢，应该是 Yuma 想要的颜色吧？嗯，是你想要的吗？你会满意吗？满意，满意，那就好。我想要的是这个。啊，对，就是发尾有这个一点点颜色，有没有？啊，粉红色这种渐层的感觉，对，从这个灰到粉色，对，这边很自然，很自然。Ash brown， 对 ，Ash brown 就是那种灰棕色，对，灰咖啡色。然后这里就是粉色，对呀，这个是樱粉呢。9个小时哦，各位。对。因为
为它这个呢，它要弄到这么亮了，它要漂两次，就是不利吉要两次。然后呢，再上色。对对对对对，金色的呢，大家不要误会，它不是软金色，而是那只是不利吉的这个过程，对，这才是完成品呢。希望大家会喜欢我们的新发型。耶！因为我变成辣妹了吗？变成辣妹了吗？我真心希望它不要掉色，就是说到妈妈给我两个月，给我两个月就好，一个月就好，给我一个月这样发型就好，不要掉色，拜托。对，就这样，就只能祈祷不要。对，我们两个人搞不好会变成金色的拓色。好啦，那就这样，要么我们跟大家说再见。那拜拜。